今天周二维护又到了打服的日子，今天早上呢炼金也是已经开到80了，裁缝是昨天晚上开到80的，我们看看打出去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啊，伤害符跟打造80打造它已经下来了，每个号也就是80-90万游戏币的样子吧。昨天晚上阿雄也是上了小号，把那些当杀给他刷出来了，大概刷了有个50多个当吧，赌陀这边也有一些。今天我要做两件事情，其一呢是把这个吸血鬼给他打出打成驱鬼，然后嗜血追击的，还有就是把我们的孔装给他开了，开腰带跟项链吧，鞋子就不开了，鞋子毕竟到时候要换固伤鞋，我们有个明光宝珠的头就可以拿来凑合用。衣服的话明光宝珠衣服找不到，找得到的话我得也得找。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龙宫也在点修了，打算先把龙宫点到法修10，先来把当杀给他交了，每个号先整个2000万储备金，这个喜糖给他吃一下，听说能吃出宝石，宝石来一个，宝石全是游戏币啊，没有宝石啊，拉闸。分配了一下，现在5个龙宫，每个号分了2000多万储备，还剩9个啊，我们给普陀吃。总之我们的普陀是要奔着修15去的，现在法修才10，然后先点点技能，把技能给他补了，这个号没领环，忘记领环了，有点尴尬，我们把技能给他补了吧，先把这个拉人的啊补到109，是点这个金刚护法还是点这个坐莲呀，增加躲避的吧，我觉得这个躲避的比较好吧。又秒了4个当啊，8品给他吃下去，把技能给他补到6个109，直接按住就是一顿点。 OK， 经验不溢出了，我们就可以接环了，普陀也就可以跑环了。昨天晚上一号碎片获得了一本高级魔兽要诀，我们来开一下看看是什么书。高臂隐身，我还以为是防御，拉闸，先回去点修啊，直接先点10，先来把普陀的任务环给他领了，把这个吸血鬼给他打了吧。嗜血追击是47，驱鬼是70，这个吸血鬼也是买的150呢，先来打本追击啊，追击便宜，不要掉书，吸血没了，不要吸血行不行？我们接环要什么吸血对吧？我们打必杀，必杀才71，必杀掉鬼魂。必杀掉了弱点 ，nice， 高驱鬼掉鬼魂，你给我沉，业障没了，业障是79，来你给我业障覆盖，鬼魂 ，nice， 这不简简单单吗？应该打业障的，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回炉宝宝是吧？好了，进阶的材料我已经整好了，我来塔里领悟一下那一单，打的是无畏跟圣洁，然后再打一个敏烈器。这个两情相悦是昨天在我摆下面摆摊那五个小子吗？居然会出无级别45防，兄弟们你们猜一猜他摆了多少这个头盔，羡慕羡慕。他秒多少？秒700，这是什么领悟概率呀、啊、阿雄在塔6跟他们练到37级了他都不领悟，我们直接吃练兽点吧，10点吃，他应该会领悟。一个不领悟吗？这么玩是吧？你在搞什么飞机？哇，51级了，一个内脏不领悟吗？还是一层？这回一点一点给他吃，不能给他吃多了。这不会领悟吗，兄弟？完了呀，我感觉我不会要全拿经验开吧？40点进去他也不领悟，怎么整？他不是获得经验他就会领悟了吗？哇，领悟了一个。5点5点吃吧，1点1点吃它也不靠谱啊，感觉这个5点5点吃它也不靠谱啊。哇，这搞什么东西啊，80级才一层，10点10点吃至少它还会领悟一下。哇，好尴尬呀，87了，开孔，我们看看680万游戏币能不能开孔成功，先来这里祈福啊，开孔成功，给他弄出来绿字，绿字了之后我们再去那里开，出现这个就可以去开了。先来腰带，一下失败，2下失败，3下失败，哇，3下开不出一孔，那这不废了呀，4下开不出一孔，5下开不出一孔，6下一孔，7下一孔，8下两孔，9下三孔，10下三孔，11下三孔，12下三孔，14下三孔，15下三孔，16下三孔，17下，18下，19下，20下，
21、22、23，我开你！耗子尾汁，好好反思。我们又下载了770万游戏币，加680就是1450万。我不相信，兄弟。24沉了，24三孔，项链了啊！一下，两下沉，三下失败，四下失败，五下沉，这个可以啊。六下沉，七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哇，有点慌啊，兄弟们。11、12，我他妈开五孔都没那么慌过，我靠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18下，哇，1200万，开了两个三孔，啊，我们来给符石合一下，要绿色的啊，失败，合符石还失败，绿色可以，合了就失败了一块，然后合出来两个绿的了，直接打上啊，就变成行云流水，这个号也镶上啊，行云流水。成了，双三孔齐了，我直接用经验给他吃吧，去扫塔他也不会领悟，还有七八层的500万经验，圣洁无畏，再来两个，搞了装备，搞了宝宝，抓鬼都给圣王坠了，你敢信？现在宝宝已经吃了一斤当了啊，再进阶了，96个小时之后再吃一斤当。好起来了呀，挂个长影给了三个环，我们先给普陀的这条80愤怒腰带给他鉴定了，成就拉着，还是炼金箱啊，阿雄刚刚不是抓了两轮鬼，有400多点体力，然后过来100，踏踏两下又打出去了，我们回来点修的同时把这两个牛了无级别给他鉴定了，牛了无级别，糖都不糖，拉闸金刚不坏，拉了斧陀抓鬼又给了个罗汉金钟枪，梦幻西游这个区真的是六啊，愤怒无级别都整出来了，怎么说，绿发女娲宝宝一只司机男1.254，哇，这个资质我给他打本命鬼魂术，然后给他练到30级吧，我觉得他有领悟，看看我如何把这个一技能律法变成三技能，先打本鬼魂，然后给他吃月华露，领悟两个技能，善恶加敏捷，善恶加敏捷，哦吼，没领悟。海毛虫怎么样，这个区域都还没人喝海毛虫，吃宝宝就买这个 OK 了，就他了，就因为他是1.103的成长，海毛虫加律法，毛虫绿发女娲，那没了啊，没得玩了，我们有115的炼妖石，把这个绿发给它炼成一个115的九眼是吧，那就再打一个63伤，那不就起来了，没得成就感觉是九眼了，天眼还有一个115的啊，我们两个给它用了，要在这里都快放过期了，一号没体力了，我们换成二号玩，我帅到无语，得成就了，九眼天珠，九眼停，哎呀可惜了，天眼珠合成一下啊，不要慌不要慌，得了个86零的，没事儿，别的不多，炼妖石特别多啊，又是一个天眼，怎么那么多天眼呢，合了啊，86的我朋友说不能打，来个九眼停，全是天眼，这回给成就了，九眼了停，哇还是天眼珠，哎这回给了83眼了，它不是三眼，我倒立三眼啊，来给它打成105的吧，115的我们去图册太贵没办法打，打护腕啊，加6米47血102防御，拉闸，刚刚闻着闻着睡着了，一睡醒3点钟了，我发现裁缝号起满了，我们就来自己，不是还差两件铠甲吗，80的太贵有点打不起，我打了两件70的，三件啊，这件是点错了，我本来强化的点成不强化的，利奈，哇这件强化了那就了不得了，白榜，白榜，怎么有两个白榜？行了，兄弟们，也到了凌晨3点半了，阿雄鉴定完就下机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你给阿雄点了个赞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哎，这两件都能用。